900团的陆客要来高雄，有香港地产大亨至少200家以上企业考虑要到高雄去。中产阶级不见了，就今年以来 M 型不见了，变成 L 型社会。红色的公告贴在他的店门口上面，因为总统令发布了一例一休，今晚礼拜天都不能营业。国民大会